叔叔送你回家，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嗯，爷爷再见。啊，行，走。来子，平常让你们来呀，三推六阻的，今儿怎么了？架不出去了？还是屁股后头有套狗的呀？秦镇朱峰山也交了辞职报告。来早着呢，到我家。 叔，随便坐啊，嗯，坐，喝水。 陈新月、朱峰山、秦正、林强四个人，昨天递了辞职报告。这事公然要闹分裂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邱老您得说句话。尤其是陈新月，他的任免是要过董事会的，您看您是不是提前给董事会吹个风啊？吹什么风啊？嗯？还用吹风啊？ 无非就是同意他辞职嘛，或者挽留。当然了，挽留不成的话，最后也是会同意的。你们是担心张龙虎的事会影响到你们，对吧？如果董事会一开，这件事情就曝光了。 走人的是你们，也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恶劣。不用等开董事会，你们俩就进去吃牢饭了。老爷子，我的事儿您是知道的。我知道什么呀？ 你跟问虎集团的那些破事儿，你能跑来告诉我吗？陈兴远就笃定你们了，他就是要吃定你们。你们是不是想看看林强送来的那些东西啊？你屁股旁边的那摞就是，看看吧。 我的工作是有失误，但我绝不像他们说的拿了什么好处。您不用救我，您救救银行，这里的材料，无论是真还是假，只要是曝光了，您的心血就完蛋了。我救不了你，我更救不了银行。 死，你也不可活呀！那也不能让陈新元那小子得逞，他就是个小人，他是白眼狼，他在毁您的事业。是你，是你在毁我的事业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啊，劝过你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，有什么事来找我来告诉我，做了吗？ 你为什么要伪造证据？啊，把夏欣跟凌晨给弄进去，连个林强你都不放过，生生要逼成你自己的敌人，你是太自信了。你呀，不能一物再物了。 您消消气。
这事到如今了，咱们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就这么被拆了呀。凭您的影响力，只要把监察部的材料压住，按住陈新远，还是有可能平稳过渡的。这样银行也就保下来了。那陈新远如果真的要走，那就让他去，我们弃车保帅。你们是到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状况？这不是弃车保帅。 这是姑息养奸，我辞职。老爷子，我辞职行不行？我辞职了，这件事能不能平稳过渡？我说我们两个人说话，你别这么大声嚷嚷，好不好？我辞职。你拿没拿过问虎的好处？ 你是怎么给问虎集团的诈骗案大开方便之门的？参与者还有谁？等把你这件事情弄完了，我再开董事会处理陈兴远独立的事情。大概率上，他是一定会走的了。 这些天，我想了很多。当初始皇帝平定六国，兵力何其盛大，怎么样？也不过就是换来了十几年的国运而已。我当初创建这个联众银行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是把它当成我一生的事业。我绝不可以看着它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。 可以亲手把他解散了，老爷子，我是把联众当家的人啊，我是在保银行，他陈兴远是在拆银行，谁是坏人啊？谁是好人啊？我今天说的是最后的结论，不要再争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希望今天。 就能看到你的辞职信。你可以暂时不用发布，我给你十天的时间，你来准备材料。我可以陪着你到相关的部门把问题说清楚，然后再召开董事会。在这个期间，你还是联众银行的一把手，不要乱来，保持局面稳定。 就是下台，也要有风度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要下台啊？我这个董事长是董事会选出来的，老爷子。 您一句话让我辞职，您说了不算。我纠正你一句，我在董事会有监察权，我可以一票否决，我可以现在，啊，马上立即停止你的工作，体面点。 哎，你好，最新的理财项目了解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最新的理财项目了解一下，刘奎。哎，你好，最新的理财项目了解一下。孟奎啊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啊。接着。哎，太好了。发什么呢？最新的理财项目你没收到吗？不是你在我这儿是副行长，他们让你发小广告，给你什么职务啊？什么职务没跟我说。 林强辞职了，现在正帅管事儿，不知道吗？听说了，这是要地震了。你就都辞职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辞职了。嗯。
别闹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你真能骗我。你呀，就是傻里傻气的，整天光剩开心了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这是要变天了。有什么意思啊？总不会您要到我们那儿当行长了？张小子，你真糊涂啊！以后还要在金融圈混呢，你得向林强好好学一学，出来混就得能上能下。说不定哪一天我下去了，你们来接管我呢，对不对？关奎，换班了。去吧。聊什么呢？江总，就一个林强，给我们找了那么多麻烦。要是当初他刚来龙源行的时候，你就用手段笼络住他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儿。说到底，就是你气量太小。当初是你哥哥要我收拾他，让他懂规矩的呀。我哥说的一定对吗？是不对，但是他代表你们，我敢不听吗？公告看了吧？不就是说陈兴远、祝峰山、秦正要辞职吗？再加上林强，说那么轻描淡写，这事儿你没有责任是吧？什么意思？啊？行声问罪来了？有话您就直说，用不着绕弯子。我在银行干了一辈子了，我不吃你这个。行，那我就传达董事长的指示，你今天就辞职。你的事儿我们会找人接手的，银行业务暂时全部交给对面负责。不是林强不是要辞职吗？我交给谁去？他的辞职还没有被批准，还有义务维持运营。理论上面，他现在还是荣耀行的行长。行，来吧，那你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出来，把你的话再说一遍。你当着大家的面，让他们也都听听。当初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是不是说的是90天？是不是？为什么林强说90天就可以，我说就不行？为什么他要辞职不批，我当天就要批啊？你还嫌90天不够？浮动收益那一下，现在所有的支行都在骂我们。你贷款业务也是吃的现成的吧？就这样，你现在敢拿自己的业绩跟对面去比一比吗？不是，我现在不是正在提高业务量吗？我正在想办法，正在谈着。别想了，别想了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不要自欺欺人了。我们当初让你上来的时候就知道，你这个人，搞人事可以，做业务不行。让你辞职是给你一个体面，不然的话总行就出个文件解除你的职务，你自己选。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们让我下去，就是要巴结陈兴远吧？不关你的事。写，我看着你写。嗯，回来了。
人家给你留饭了。嗯，我是都辞职了，还给我留饭，真好。没批准吧？啊，没那么快，得有个几天。你们对我辞职也不好奇啊？帅哥都已经跟我们说了你辞职必要性了，给我们几个要说哭了。嗯，是吧？很感动吧？哼，他们是觉得你这么做很无聊，被你蠢哭了。可不，装什么高尚啊？放心啊，不牛皮。跟我说什么呀？我们说哭了吧，是开玩笑。那你们真哭了？你别胡说八道。你咋了？吃饭。我就真辞职了。没事啊，就算你不是官二代，咱也还是兄弟。啊，吃饭少说两句。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昨天我跟他们在一块儿，他们仨一块儿提交了报告。四十块，我当都得说四十块吗？天哪！我跟你说，你吃得下？完全恶心，吃的喝的那不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食堂天天有这个吗？因为我爱吃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那个。上午我让钱波去了趟龙源，啊，盯着郝伟辞职。一会儿我上楼签个字，走个程序。啊，但恐怕你得跟林强打个招呼。啊，在他的辞职报告还没有批下来之前，该管的事还得管起来。那是那是，怎么说，他还是联众银行的员工。早上啊，我和老爷子去碰了一下。嗯，老爷子说他准备准备，召开董事会研究你的任命。啊，这爷子不是任命，应该是研究我的辞呈。嗯啊，错误，你说错了。吵了呀！啊，我看老爷子的意思是想让你接我班，我就提前退休了，啊！这对咱们银行，特别是对你、对林强，都是好事儿。行政跟朱凤山的任命本来就归你管。你自己决定吧。兄弟，联众银行这片江山以后就是你的了，我体面了，也就是给你自己体面啊。联众的江山始终是老四。对对，我有个小窝就行。嗯，但是必须是我自己的。至于你要的体面嘛，搞咱们这行啊，只要是手脏了就没有体验可言了。体面是自己给的，你要是要的。这手脏不脏？你说了不算。对，我说了也不算啊。别跟盯贼似的，我拿走的都是我私人用品。要不送给你，也是，你就剩下鞋了。
个人奖杯，放在你这儿，你不觉得占地儿吗？这是我工作日志。对不起，这个得留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行长的私人物品。这样，你再搜搜我的身，好吧？来，来来来，搜搜。要不这样，我正好要到顶楼去开会，你索性帮我把办公室收拾了，哪些没问题的我能拿走的，你就放在门口，一会儿我自己办，好吧？那得罪了成，我尽量少动，规矩我懂。最没规矩。成啊，我没有想为难你，我想挽留你。我了解董事长，他是气着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放下身段。现在银行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，一下子这么多人辞职，您让他怎么办？您和他已经配合了那么多年了，要我说这东西也别收了。你们二位坐下来，好好把话聊开了，我们底下的人好知道怎么办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掀了他的牌桌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只认规矩，不认庄稼。你想啊，连牌桌都掀了，那各家手里的子儿不都亮明白了吗？记住我说的话。昨天挂在咱们内网上的三封辞职邮件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听有人在说，这三封邮件像是三吨炸药，有可能炸毁了联众银行。开什么玩笑？联众银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开的，我们是股份制的商业银行，是有上万名员工的银行，绝不可能因为一个人两个人的辞职让银行解体关张。这地球离了谁都转，这座大楼离开谁都会屹立不倒，在这儿耍流氓没有用。人力资源部会在最短的时间研究决定人事变动，你们不用在底下叽叽喳喳。今天在座的大多是银行的老人，银行的支柱，有一部分是一直跟着我的，有一些是近几年提拔上来的。我希望你们要有定力，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，这就是普通的人事任免。大家要对联众银行有信心，我们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可以战胜任何困难。下面我说一下文虎集团诈骗案的事情。这个案子目前由公安部门调查处理，谁的责任谁来担？我们是法治社会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跑一个坏人。但是我们银行内部有些人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一直在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，拉帮结伙，打击异己，还有人煽风点火，这种人是不识好歹。骂人啊。心法乱。他们要想毁了联众银行，我绝不会放过他们，一定会把你们清除出去。当然我们也要好好的检讨自己，文虎集团诈骗案发展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啊？是不是我们的监察制度有漏洞啊？是不是监察部工作不力？
我宣布，从即刻起，监察部的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停止一切工作，等待改组。董事长，监察部不能停啊！我说了，监察部停止工作吗？我是要你停止工作，回家去好好反思有没有错误，行程报告上交董事会。口口声声独立调查，你们要脱离总行的管理吗？像话吗？陈副行长来了吗？这儿呢，在这儿。陈副行长什么时候坐到后面去了？来，上前面来。找什么？连把椅子都没有。钱包丢了。椅子。陈副行长，你是昨天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，你跟大家汇报一下思想。有事儿会上说，不搞阴谋论。那我就站着说。哎，我记得，只有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让我上去承认错误的时候才是这样。这密码陈航也没讲啊，那你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问问，这么大个银行找不到开保险柜的吗？哎，行。你给我调几个人去监察部门口守着，把他们的大门还有保险柜还有档案柜的钥匙全部给我扣下来，只准他们带私人物品回去，私人物品也给我查清楚，要是漏了一张纸你就别干了。等会儿带人在那守着，我自己过去。这些年我们接触了太多太多新鲜的东西，目不暇接。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，新的经济概念不断涌现，可是我真没有看到诸位你们在读什么书，在研究什么新的东西。这么多年除了内耗就是绞尽脑汁怎么升官发财，这种从业者怎么能跟世界接轨呢？你们还真别不信，国家推行了好几年的数字经济，你们有谁能够现在站起来告诉我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？金融业如何在数字经济中发挥作用？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，我跪下来拜他当老师。你们啊，就是拿一拿工资，处理下面分行、支行递过来的流程业务，还有就是开开会，当然董事长爱开，要注意血压呀，行动。我不愿意和没有斗志不愿意学习的团队在一起，所以我提出辞职。如果这件事情惊扰到大家，我说声对不起。走之前我有一个观点留给大家，一个人要保持青春唯一的方法就是终生学习。谢谢。领导，沈威呀，
刚才开会的时候我没敢进去，说实话我也没这个资格。不过领导真是雷霆之势啊，不这么把他们压下去的话，让这帮小人在下边串来串去，不用说您了，我都看不下去。见到钱伯了吗？你不按规章制度办事，有点太过分了。在这儿等着，私人物品给你们拿出来。辞职信我带过来了。走吧。郝伟。我认识的人当中大概分两种人，一种人在工作中怕犯错，怕担责任，谨小慎微，工作随大流；另一种人呢，花样多，点子多，野心大，一辈子在风口浪尖上转。但我认为都是好员工，我用人只看长处不看短处。你是第一种人呢，还是第二种人？我可以把你调到一个小支行去当行长，让你平稳地干到退休。我也可以让你收了龙源行，等工作全面稳定之后，调你坐镇金融街中心支行。干到陈新元的位置也不是句空话，看你。钱主任，交代。事儿比较多，风里变幻什么事都在看来啊，待会邱老要来。邱老来了，王师长，邱老到了。邱老，邱老，我说我过去吧，您还非得过来。钱伯，儿子怎么样？还挺好。挺好啊。好嘞，好嘞。邱老。我马上吃饭。乔老，你看，业务部、法务部、公司部、零售部能到的都到了。还有人力部的夏总和审计部没来。如果您需要的话，我现在去通知。需要，可以通知。如果通知的话，得需要多长时间？我是在这儿等呢，还是我回家去等啊？授信审批部总经理的那个职位现在是谁在做？是我暂时兼着。哎呀，弟承兄业呀！啊，你们在人事安排上是真不计划呀。陈新元、秦正、祝凤山这三个人的职务无论如何都得停。接下来的人事安排我是这么考虑的。
跟您汇报一下，邱老。秦镇那摊让他副总先盯着，调郝伟接朱凤山，钱伯接陈新远，监察部重新改组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把张龙虎的案子和咱们的银行做切割，该承担的责任我们承担，但他不能变成五指山，无限期地压在我们头上，也要解决银行这些老同志的心理负担。二一个呢，就是让钱伯整顿分行，清除分裂的势头。陈行远在分行要有余毒，我慢慢的淘汰更换，这两个工作我亲自盯着。等您召开董事会，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您把我换了也行，提拔新人也行。总之，今天我做这个决定，我对得起银行。大家也说说，啊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同意新董的意见。你呢？一样。我也同意新董的意见。来说说。同意新董的意见。我也同意新董的意见。哦，邱老，我们都商量过了，这几个人在这个时候搞集体辞职，那就是摆明了让银行下不来台。无论如何，在董事会召开之前，邢董事长都是我们的最高领导。他们这么干就是不讲规矩，我们也都统一思想了。首要的任务是保证稳定，再图发展。我看大家都挺忙的，要不然先回避一下。好，邱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好嘞，再见，再见。图穷匕首现呀，啊，他们刺这几刀。我能明白，现在你们的人事安排有问题。钱伯，你现在是董事长助理兼授信审批部的主管，如果将来按照你们的计划，他还要接任陈兴远的总行副行长、临海分行的行长，你想干什么？这个主意到底是谁出的呀？我看你们这不是搞什么人事变动啊，你们这搞的是人事斗争啊。邱老，是我自己主动请缨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兼太多不行，但是这一块事儿得有人来做呀。目前这种情况，能力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。您要是真觉得我不行，觉得陈兴远有才，直接让他替我。说到陈兴远啊，兴远这个人啊，是魏延，能力是很大的，反骨也是很厉害的。用这种人就是要少管多夸啊。当然，现在说这个已然没什么用了。你就是现在跪在他面前，他都不会回来的。你们的这几个人事安排、人选有问题，打回去重新想。邱老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换人是对的，但是具体换谁还得仔细斟酌斟酌。重要的是，得把眼前的危机平稳地渡过去。董事长。是真心为银行好，他今天做这个决定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们都担心您生气。打个比方啊，不见得恰当。你在这个公共车上把这个钱包丢了，你会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损失你是可以承受的。但是如果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偷把你们家给光顾了啊。已然是家徒四壁了，你不会生气的，你会很茫然，你不知道以后我该怎么办，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我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，银行生死就摆在面前，三位顶梁柱一去啊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替代的呀。
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。经理，你们的人事安排不行，郝伟不能接朱凤山，朱凤山的辞职也不能批，就说人事部没有通过啊，先压下，把龙头先给他带上，让他回这接着耕地去。陈兴远那边我是有人选的，可以让天下人都说不出话来。我向你核实一下，你被捕之前最后一次批准问虎集团贷款计划，有没有来自于上司的压力？在这件事情当中呢，你是协从还是共谋？你可以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记不太清楚了。陈行远，你还有印象吗？陈行远，本行的一把手吗？现在不是了，行李董事长停了他的职。不是了，为什么呀？你只回答涉及本案的问题。我问的就是关于本案的问题。的欢迎，闭着阳光映坐像七月的双手，军机迷雾风里解网，将锁链打破，信念的光里进化，咽下每一场代价，决定就为只身前往黎明，就今天。